感恩师，各位亲爱的大家午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希望这个众天主庇，周师王主，师尊师父来带个录音，我们呢，会当大家共同伫个遮，搁来安怎做进行的这个学习。那么会知影呢，这个讲师讲了好无？好。有要跟我阿分享一下无？你有记对两句，感觉讲真受用，有无？较好，拢无记着有两句的吗？伊甲咱讲啊，若要精进，爱安怎？方向爱记，爱确定着咱正确的方向。方向爱记，但是，是啊，若无你爱听听的，也等于阿妈唔知影。今仔日去收着啥物呢？当初刚是甲伊讲，咱修行学道，若无较保着咱要行的方向，有当时啊，现到要倒去西方，煞到对对地间了。伊讲要走去台北，结果伊下车，车飞机到底，飞到屏东，会记住无？会哦。所以甲伊讲吼，其实修行学道，咱若是无有一个目标。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啊，就是甲你讲，咱若是无开悟，为了为什么到尾啊，安怎拢是安怎，而且无用世俗的代志，家己甲自我感觉真好。哎，我有咧想呢，我思想，人若叫要开班，我拢有去呢，我嘛有去咧斗三工呢，拢真容易家己有咧修行啊，食力啦。因为家己有咧修行，但是咱的心呢，安怎落伫世间吧？来，今仔日好汉吼，要互咱安怎先看一下，甲拄啊两个讲师头前拢有讲，两年以来，大家拢足惊的疫情已经死了八几万人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因为疫情。这么人啊，这么严峻，就要两年。但是到过来呢，拄着气候的变迁，气候的变迁呢，这回有看过吗？火山爆炸。这火山爆炸会引起大海啸，会引起地震。这拢会哦。那么火山爆炸，咱敢会当家己按讲啊？你唔忙爆炸？无。有足侪迄啥呢？地质的专家、勘察的专家，伊为人民甲你断定讲这死火山啊死的，但是到尾人总个安怎蠢蠢欲动，搁瓦片搁爆炸，所以呢，这不是咱会亲切的，啊，这啥规片的迄个山林，搁危险。山公公。啊，这家里哦，迄家里人拢干起的时阵，即个伊看安尼。有一位从蘑菇儿，安尼天上搞起，规个天顶悬，天空拢规个拢乌的，所以一阴暗扫到三十个所在，美国的南州有三十个所在，我家里阿公安尼扫过呢，然后拢一面倒，残破不堪。本来呢，身上热大水，迄位足侪所在几百年唔捌讲。落一两日的雨，啊呐，落的迄种超过一年应该爱落的。你看迄水甘透透咯，过来。这大家若出去时常出国去咧游览的，拢都有看。咱拢会坐迄小船吼，啊去咧游江啦，去咧游河啦，有无？啊，这山壁，咱是足水的山壁。是啊。敢有人想着讲迄山壁吼？遮尔啊大，遮尔啊重，竟然山壁会放落来，恁敢想会到？袂吼，互咱看。一支较乌的，一支就是伊较拄啊，咱互咱看的这个山壁。就是一支，咱互我照这个，就是伫这山壁的上边啊一支。结果呢，
忽然间又放下来，一支带着四架船，嗯，哦，这拢坐伫只油锅的油顶来，遐有色滴的红红的遐，结果呢带着四架，嗯，啊这，你讲啊，当初啊，你讲遐拢是阮种的啦，哦，遐是种的，嗯，啊十二点钟内底暴风雪，哦，暴风雪呢，安怎，互咱的车呢，规个十二点钟呀。哎，说来到过程啊，拢含糊出来，拢咧讲出来，规台车拢安怎掩盖了？后来这啥火山爆炸，嗯，起来你看迄，迄啥，还是迄个火山灰。火山灰。飞行员来咱河南请问咱一个，诶，常识：火山爆炸天气是会变热还变冷？来，火山爆发。天气哦，气候会变热或变凉，冬变暖也就，变冷的也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变暖是天气的时阵，因为伊的岩浆哦，就是风流落来，迄岩浆哦，安尼，迄个温度高，老来，可能感觉就下，规个边仔了寸草不生。但是是安怎讲也变冷，因为伊这火山灰吼，伊怎啊漂浮伫对，伫咱这个太阳交大地的当中，因此太阳要照落来到大地呢，去予咱这火山灰家隔条的，哦，就亲像甲古啊迄个江苏讲来讲，啊寒安怎，太阳会变寒，啊，咱大地会变冷，就只现化火山灰，所以呢，甲咱。因此呢，后壁若是搁有火山一直咧爆炸，未来咱的气候会一直落下降，一年降两度至十二度。只要搁有一个像日本的富士山，不过若是三百年高啊，若是真正搁含富士山来爆炸，歹势，咱亚洲地区全球的气候就来搁做一个大变动。哦，所以这拢总是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这淹起海啸，这船交车，哦，那么我一台车落来，拢伫遐呀，安尼规个拢冲冲过来，所以这结束，啊，搁来进，上严重的是啥？震惊。所有交这个啥？中俄的乌克兰，会震惊，哦，一般这船起到这水这大洞，伊嘛是照拍，哦。啊，那看到规个，这规个拢本来有四个，一个看迄个安怎，碰到尾啊，拢做落来。哦，所以其实呢，我还为拍拄啊两个江苏人，目前伊拢有讲过，不过伊拢无多片互恁看。我汉吼用这多片，互咱都有较大一个印象。各位先生，看到这多片了后，咱有感觉安怎？世界这就是用量，啊，用量呢一项一项一直升息，那么用量嘛有咱个人的这个业绩的升息呢，但是因为咱个人业绩的升息吼，对咱个人有当时啊是身体健康，有当时啊是家庭的变故，安怎事业的变故，这嘛是拢是咱个人呢，那么呢，这洪老师呢？甲咱哦，遮有一首诗，咱来开始看一下。这王老师叫不修习菩萨，甲咱讲啥？这首诗甲咱讲，无边的业力由心发，也就是讲，累世以来，咱所有一世一世，如延续到即摆来，咱的啥业力到即摆拢已经成熟。哦，就像咱几工前进水果厂，啊，栽培，上头啊，拢总生一两粒，第一工生一两粒，第二工生一两粒，到第三工伊会大生呢，甚至到第五工哦，收成就真好，真济啊。那以水果看起是讲收成真好，但是那以咱着咱个累世业绩，到遮已经拢遮个无，遮个无，可是安尼，现咱一世人来，遮嘛。会有业力带来啊，所以呢，一世人来，一直拢在搏。所以甲咱讲吼，人生已经拢未知道，哦，功交报，善恶，
一个人拢安怎，你拢想得起？莫非就是讲，拢会甲你分担上天的这个天性，因果的这个天性，吼、哦，拢总甲你算甲清清楚楚，一些话伊拢走袂去。所以讲，咱讲善之代替不善的，吼、哦，唯有善的代替改变，最少会当共同化掉。哦，后来呢，每一个人的这个胳膊，一斤一两拢爱安怎，该担偌济，该担担偌济，想袂起，想袂起。所以讲，咱讲腰有人轻易重业，腰就是咧讲这小，这不正。这无好的思维，这物件伫咱的头壳内底，这物件吼，拢总是安怎，咱家己做起来的。当有人甲你讲吼，你念头着安尼往歹个去，敢有人安尼教？无啊，大家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咧教人嘛，拢甲你讲啊，你着认真读册，你着爱听老师的话。哦，啊！你着忙交学生囡仔冤家相拍，可是拢爱甲咱讲遮，啊！对老师爱有礼貌，哎，我听较足清楚诶。较讲嘛是拢爱甲咱讲遮，吼、哦！啊！但是咱真正做会到安尼，很困难，已经哦，很困难。所以呢，甲咱讲人不轻言腰不遂，即、這个人不轻言呢，也就是讲即个做复杂做歹看，做歹写意义吼，诶、哦、意思就是甲伊讲。只要咱唔通有空空，咱唔通有空空，通无下摆的积，那安尼吼，你就袂去予安怎去予退死啊？退不进来，甲你转去。来，咱看这个，这个是啥？地海有咧泡茶，人拢有看。迄、那个地海了有一巡无？哦。足侪人咧，顺便买迄地杯啊，下底咧拢会放花安尼，有啊？嗯。啊，这上头啊，敢鼻涕，这叫做瑕疵品啦。但是咱拢无家己脱甲啊，继续咧用啊。时间久的时阵，你有看到遐迄撮是变黄的无？嗯。啊，看起的时阵，伊是鼻涕白白，你看无着。这嘛是咧甲咱讲，就像咱的自性，他拄仔刚主人讲的，本来是光明的，啊，因为有好一寡这个啥呢？物欲，吼、哦。把咱压过了的，结果呢，自身的光芒伊会渐渐跳失去，就安尼同款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咧讲话讲，啊，这呢，你若是无有这拜的个瑕疵，自然这有失去的地水，就会走入去塔下啊。但是，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哦，吼、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后来呢，咱咧讲，不有本源，吼、哦，输。吼、哦，开始就结束，不用讲完吼，直接无法先来讲这个故事。今仔日无法，后日拢要讲出这个故事来听。因为呢，咱大家拢有读过三字经嘛吼，嗯，有无？有足侪老菩萨拢有背三字经嘛吼。甲咱讲，咱其中有一句，甲咱讲，人之初性本善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也就是咧甲咱讲，伫咱。过去咧来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的灵性是由着这个啥呢？无量观、无量寿，就是对着这个上根的所在所分化出来。咱的灵性是一个基础呢，就亲像咱咧讲的老母娘呢，就是亲像咱的造物主，咱的啥，咱的道。这个上光明的家分化出这么多灵性。所以咱每一个灵性拢总是平等的，吼、哦，无讲你会较侪，我会较少，你会较大，吼、哦，较长较暗的，都是光明，只是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安怎意识来伫遮轮回，所占落的、所卡的，从迄白沙，安怎生了一乌去，一吞去，安尼尔呢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不是讲咱我底下来的无相同，底下来当中相同。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呐，道元山呢，吼、哦，咱呢啥，咱呢，咱呢自性先锋来打咯，一样。啊，有差一寡，那差伫迄个心上观，
为你为谁来每一个人的心情所表的影响，所带来我们啊愈差愈明，越差越大。各位姐姐，过去吼四年的坐椅子，心冷掉拢掉起来的，表示咱过去的人吼，这个心是新鲜的，是安怎足淳朴的。咱过去若来遇到的时阵，拢甲你讲啊，过去的这个心吼，百姓心拢足淳朴的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吼，当得一年吼，结束才高调的。但是呢，伊如今啊来呢，心安怎如离如离。这个心吼，内底这点就是咧指咱的自信，咱的自信心。就是西方来的这点，但是呢，因为经过社会累世循环，吼、哦，咱的累世轮回，使咱这个心呢，去有外口迄引诱去，所以叫咱的本心呢，系啊，煞愈离愈远啊，吼、哦，愈离愈远。所以最清凉期的时阵，咱的道有九劫，第二期安养期的时阵有十八劫。哎，家己买出来，是不是？咱的心就一直在做变化。啊，变化，但是咱唔知影咱家己的心叫偏离呢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不知不觉，哦，心叫偏离。所以，先咱来讲，咱要来修行，啊，是要安怎修？修的时间，要把这个善一点破坏攀缘的心，向外一直去攀缘，哦，的这个意识心，赶紧改掉我得等的。由我做等啊，下咱的本心，这就是叫做修啦。不是讲你爱安怎，啥种样啦，是咧修，是咧修慧性，是咧修慧性。哦，所以咧，甲咱讲，遮咧有一个故事，杜燕山有义父，道母住平公园。咱有听过这故事吗？敢有人有听过？会晓讲的讲，未晓讲，知影讲，唔知影听。杜燕山因老爸是咧做粮仓，就是像人咧大地咧订米的迄落米场的迄落。但是因爸因老爸呢，安怎做生意无够安怎无够诚实，因此呢，伊做两支的大秤，大秤。如果若是讲米要着着伊，吼、哦、要着伊。用另外一支的大秤，一百斤来卖，结果伊的大秤秤才是九十斤尔。哎呦！这就是吃人斤哦。但是呢，伊安怎？哦，因为伫这个地方，伊愈做愈大，伊细斤啊哦，有的人就知影讲，伊钱币钱币着伊，毋知摕着钱币啊，手甲着伊，毋知摕着钱币，算完再讲。欠收挂着摕来叫就好啊，咱敢是拢在上班，所以因此呢，吼、哦，大一产品老爸，都是拢用安尼。啊，若是要卖出去的，吼、哦，这是假一摆哦。啊，若是要卖出去的，吼、哦，九十斤，真出去就一百斤啊。所以一出一斤，差二十。因此呢，伊赚出侪钱。因老爸甲食老爸看呢，甲大一产讲。讲咱的钱有分做安怎安怎，啊叫伊爱用好着。杜燕山细汉年老爸嘛是安尼甲伊教，讲叫着爱诚实做人，着爱安怎。哦，这款拢无教过，有。但是当因老爸家己咧做生意的时阵，已经跳脱伊细汉甲囡仔教的这个经历啊。所以杜燕山伊嘛知影老爸做安尼是唔对的。哦，啊，但是呢又搁遮灵光。当在老爸无伫诶时阵哦，杜燕山他有心想要改变，有心想要改变，所以伊从这钱家己颠倒掉，即、這个九十斤去卖诶吼，一百斤，啊若一百斤卖出去诶吼，库存九十斤，伊想要来弥补因老爸，人讲话讲失业诶行为，亏欠着地方诶这百姓诶这个心。所以伊用安尼来咧做弥补，但是当伊安那这个善念出来的时阵，变安怎？还要过偌久，生一个足水的孙的囝啊，大
大大兄老爸大孙啊，不外公娘煞死啊。嗯。哇，这个时阵导演三弟也乱，伊感觉讲，啊，在阮老爸咧做做这么实际的代志，家庭连做这么幸福，当我咧做好的时阵，是安怎拄着考验含囡仔死？伊就安怎啊？安尼好事袂做一人。咱感觉着拄着人讲啊，无差人，我死人也无偷人，也无骗人，也无笑人，也无欠人。为啥伊这么侪歹个歹个歹个，害拢伫伊个身躯顶？敢有人会安尼抱怨？有哦，我发现过足济哦。那那迄吼，拢讲啊，一世人咱也毋知，也无去做歹积德个代志，拢讲歹积德个代志。啊，是安怎会安尼安尼安尼？哦，所以伫迄只抖音上失去信心。无想去入入先锋哦，对伊来讲已经无重要。因此呢，有一间暗呢，天神在来甲伊讲，讲这个原因。伊讲本来伊这个大囝是要来安怎，几年后了后，要来甲拜因的家伙，因为因老爸赚的这种福利之财，嗯，要来甲开，人讲讲要来甲讨一个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因为你转一个念，要来做仙，因此呢。你的行为已经是在徛在弥补啊，唔免落这个来甲你安怎，来甲你讨债，因此才把这个收倒转。嗯，这个囡仔吼，把它收倒来，唔免你来拜啊。人已经吼，伊安怎呢？抖音上的手里，伊已经得安怎，翻到倒来做，而且嘛，拄着有这个什么灾难啦，还是讲旱灾啦吼，啊，收成无好，伊搁会开仓。哦，开伊的迄个牛场来去拯救这百姓，所以他伊一直咧做这先的啊。他上天看到我，啊那安尼不用了，唔免留这个到这后边，要过来把补，这个先收倒去。结果后边搁予伊生五个后生，嗯，所以那叫做教母子留富养，嗯，就是讲伊好啊教育着这五个囡仔，因为伊知影天神在甲伊指点啊，伊知影这个因果的重要。哦，伦理道德的重要，所以好好教育这囡仔，教出这囡仔，互伊呢成为一个安怎，过因未来迄个时间时阵呢，这囡仔大家拢安怎走上正道，拢有真好的发展。这就是咧甲人讲安尼，唔知影事的本末的时阵吼，咱就会颠倒错啦。啊，咱有当时啊去拄着考验，唔是你一世人的代志。是咱每世咱有种了不善的因缘，这世人来世因缘成熟，各现前。啊，既然各现前，啊，过去做人讲各讲做去啊，你即马爱安怎？勇敢面对，啊，勇敢担当，爱忏悔。我过去真有可能是做了吼无好，所以呢，才会造成着这考验。那安尼，我即马诚心向恁忏悔，吼，啊呢？我会当做来天公了愿来弥补了，安尼就会当了我着咱过去是交人所结的歹因缘。听道理吼，就是要互咱提倒去到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呢，我甲恁讲，咱这王老师甲恁讲，咱若低级先锋，就见到无用啊。啊像这个抖音上，伊本来唔知影的时阵，伊就想讲先来做一下。结果伊知影引流了后呢，啊，那呢伊是伊错解，所以伊就爱个安怎，赶紧搁发这个心，然后开始搁继续加倍来做善事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各位先生，咱细汉囡仔，金宝先生无来吗？后边，后边，后边。金宝先生无来吗？后边哦。哦，有吗？有。好，谢谢啊。讲到这张相片吼，我阿表去上了天白。我伫我今要讲一个简单的故事。伊天白啊，伊的迄个触角头吼，细汉我阿六七岁的时阵，拢跟爸爸妈妈去听人讲四十几篇音乐。第一篇音乐吼，就是叫做《天欢风地拜空行尊》。迄时阵我阿吼，拢阿一直咧较大汉啊，拢想讲。敢真正有这个人，一个皇帝去拜一个十三岁囡仔，拢会想讲这是故事，故事啦。但是呢，最近好汉吼，
迄段家己用一寡资料呢，叫做《黄帝内经》，黄帝的《内经》内底，伊就内底就有记载啊。哦，咱先阮皇帝拜了七十二个师傅，个个拢安怎？知影入世法，唔知影出世法，所以一定要搁找一个出世法的真念师。各位先生，咱今吼比冤枉皇帝，搁加好过来千万倍的好运。为什么？过去是单传独修，独善其身，爱家去尽责，爱家去体谅。哦，千百万人当中，咧开悟的人找无一个。但是咱今呢，三机莫急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三机莫急，今受师就甲咱开。啊！若甲咱指点着咱天官这个窍，互咱知影师父有一个自信会，啊，就是迄个无量光、无量寿，遐因果安怎所化，就遐啦。所以伫咱个身躯，咱大家拢爱知影讲，我有一个爱家己修真哦，修真，而且佫确定讲，我个身躯有一个自信会。如果无遐个身躯，若无这个自信会，我喝伫咧遮无法度讲话，目睭无法度人看恁。既然恁大家拢有会当看到我无，敢有看到？嗯。有表示咱的自信分伫你个身躯嘛？啊，若无自信分伫规只身躯，就变作安怎？一躯个尸体。迄、那个人无法人去家看，迄、那个前嫌人无法人家看，伊敢讲看会到我？没。所以咱一定爱安怎？相信相信，确定讲我家己身躯就是一个自信骨，以后咧这自信骨咧起嚟咧，买落来，拢爱靠着我今这个身躯，这个家庭，所以咱过去拢甲咱讲啥，照假修真，照着这个假来做着无限的功德，来回向这个真的一代翻出。回归到咱当初打伫西方遐来的这个功德，就是要让咱超脱生死轮回。所以咱的上来，咱的冤枉皇帝拜七十二个师傅啊，但是伊感觉大家拢总无法动，拢总是一岁月，啊，就是世间法啊，咱要讲来讲世间法。就一个会当甲予伊超脱生死的，所以伊搭着到尾啊，都拜一个十三岁因啊，来安怎为着要超脱生死，所以呢，互我去调出来，你看，广心主修吼，广心主修因修道之法，吼、哦，啊了后呢，天阮皇帝家己潜心修道，爱去体悟，吼、哦，爱去体悟。伫一百二十岁的时阵吼，伊甲安怎来延迟？所以咱的冤枉皇帝是食到百二岁，啊嘛是一个啥呢？嘛是一个迄落啥？一个迄落伊只伊是讲伊从得道成仙，但是伊吼嘛是一个啥呢？迄落咱的皇帝内经内底就是讲，伊有留着伊的遗书落来。咱的皇帝，咱真有可能古早的迄春秋三位，咱的皇帝吼，咱的皇帝有留下的医术，被称为齐皇之术。所以呢，皇帝这个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德行天的第一人，一德行天的第一人。所以我过去去的，咱金木先生遐要听啦，吼、哦，他讲过只拢在讲四十二变个，我一直拢想讲，哎。啊，这敢是咧甲咱糊弄呢？结果呢，来找落来，搁真正有这个代志，含《黄帝内经》这历史上的记载，拢甲咱记载出啥？拢甲咱记载出讲，有一个广心主解修去。安尼咱真，得到这宝贵的大德，感恩啊，感恩吧，爱爱无？拜七十二个师傅，搁皇帝，甘愿去拜一个十三岁啊？啊那安尼咱何其？敢是安尼，所以咱是遮尔啊幸运，咱结果咱搁人讲话讲入宝山，啊双手空空，结果落当去，
安尼恁敢甘愿？我唔会，我。啊，你莫生气，别人甲你讲好，只有一个包装，而且哦，啊，你入去吼，就看你的能力啦。结果你入去行行看看，讲啊，迄长的吼，唔知着搁破啊，着搁下去拢开困啦，着搁安怎样？你还袂去摕到这个包装，你在头壳内底想着足济足济的啥？啊，长的着搁向啥人讲？遐简单，一项一项的问题拢总出来。就是甲你阻碍着你修行学道的这个过程，安尼敢知？所以咱一定爱对咱家己有信心，哦，一定爱对咱家己有信心。所以呢，天王皇帝伊是哪底派？有超出三世，哦，啊，既然咱先拢得着啊，咱若好好啊修，搁会当安怎？遮尔济兄弟姊妹，遮尔济众生们，大家拢总互勉互励，哦，啊，若安尼比？皇帝家己一个独身居士，这修做较好啊，可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再来，咱下面吼来看，啊，拄仔呢，咱有讲着，世间法就是安怎，拢共全部报应。啊，皇帝伊已经遮好起来拜七十二个师啊，伊敢还阁求啥物好报？全天下拢伊个啊，伊敢还阁求好报？唔行，所以呢，伊安怎？伊刚要求超脱生死尔，啊，若要求超脱生死的时阵吼，就毋是福报啦。超脱生死的时阵，就爱安怎入世出世外，就是讲咱爱入迄个啥呢？入福界。入福界的时阵呢，也就是亲像佛法，正徛伫遮有比恁坐下面搁较圆满。哦。因为恁拢坐白白，啊，若像伫遮要看过了找一个人。你若是平平坐下，咱找有像咱头仔拍拄仔无注意，起白啊本来咱坐头前，今仔日所以坐后壁，无法度倒只找啊。啊，若是搁徛较悬，心情就愈快会当愈清楚。修行学道嘛是安尼呢，所以甲咱讲安怎，咱爱徛好起来，就是咧讲第一咱的心胸，第二咱的爱认知。若无的话，咱拢伫遮喏模模了了。如果若无法度认知，啊若安尼？来的时阵吼，皆无用的啦。拄到困难的时阵吼，就提起啊。啊，困难方是咱现当阻止的。困难吼，我刚拄仔讲的，堆就来啊。累世以前的所种的因缘，一世人来拄仔生性尔嘛。啊，安尼敢爱去面对？啊，无你进前就莫讲做遐尔济恶业啊。一世人来就会拄到歹的因缘啊。啊，拢既然唔知影做过啊，啊做过就爱吼勇敢承担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甲咱讲啊，讲咱一定爱是，一定爱会晓跳脱着世间法。所谓的世间法，就是讲咱袂使执着，袂使妄想分别执着。因为咱若徛伫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就是邪知邪见，拢唔是安那入福界的正知正见。不是分别答案的迄部分，拢总不是。所以吼，咱一定爱真清楚这物件。下面呢，我哈，再来讲一个。龙武帝拜济公上师，他拄啊刚说嘛，讲到龙武帝，告诉人知无？原来我哈在想讲，我这个提出来讲，但有人讲，刚说你是龙武当地啊。你竟然都提这物件出来讲，哦好，啊那是无人知，何况照讲啦，吼，歹势，何况放心点者。龙武帝吼，大家拢知影，龙武帝故事，龙武帝第一世，伊有三世因果，何况简单讲。伊个三世因果，第一世伊是一只大龟，伫一间禅寺内底，迄主持个安道卡，结果人下早时啊无见，早时是拢爱听念经诵佛。结果呢，伊听经听了，伊万物拢有灵性呢。结果伊若到无见早个时阵，迄大龟仔哩感觉听去，听着大龟仔哩哀，大龟仔会哀哦。结果伊到无见个时阵吼。拢总伊就会爱，爱个主持呢，听着咧爱，伊就去叫伊个地主起来听地经过来诵经。
啊，结果西方市的这个主持呢，看到咱南平呢，这边拢安尼这么认真，这么精进，啊，就开始叫伊的地主来呢来念。拢无看到咱遐精进，你睡到日头下下床搁咧睡，结果内底一定会有啥，有人的心袂欢喜的啊。有一天就利用人和地的吼，伊就透过两间南平的这个商吼，这边的地主兄弟。先生，你看，都知影五点，迄个五点早就知影人爬起，恁在遮清静。伊讲无啦，迄是阮吼主持的，他下面了有一只大棍吼，那到时咧到伊就会，哎，啊主持就来搞伊就无，我嘛拢唔知啷个。哦，迄个伊就讲很好。等到有一天，当上伊的这孙兄弟无伫的，伊就听了安怎，一罐的烧茶滚水，叹。因无人伫个时阵，迄滚水就对壳甲灌落去，大滚甲会空滴，一桶滚水安尼甲伊倒落去。袂空滴。嗯。等到天早个时阵呢，这个主持哎，后来无听到伊个迄个大滚个哀声，叫人去解看嘛，讲大滚啊死啊，哦死啊，师傅解超度啦，哦。但是呢，解还是这个呢，无话不伊个过世嘛哀叫。因厝两个人拢搁登记出世，即只大棍呢，因为伊以前就是等于讲，伊还有灵性，啊听经听真济，啊搁有叫这人去上经礼佛，所以济少毛功德。因厝伊去出世做一个啥？妖夫。啥物叫做妖夫？做茶，做茶。做茶。做茶。毋是即摆像咱叫大师讲，啊叫伊就来啊吼。以前拢有做茶的妖夫。结果呢，这只这个西平的师兄呢，伊去出世做一只狗。啊，有一天呢，这刁母哦，拢总会去山顶做茶。啊，去看到山顶有一个山神庙。啊，这山神庙哦，破破烂烂啊。啊，伊就想，哇，这山神庙啊，阮总会去予风吹去泡啊。但是伊经过无能力，堪好去家去一间庙寺啊。因此呢，伊就发一个慈悲心。即打安尼打落去了后，马仔呢去买山顶的大龟嘞。咱若真靠有咧做事的，咱就知嘛。以前的龟嘞有迄落食出大顶嘛，伊就用山顶的龟嘞，把这个三宝粉嘞，这三星星面团，一个人甲递一顶龟嘞。伊讲暂时家己加工加工，哦，啊结果呢，这个啥，佫经过一工尔，哎，还有快到七个寿司。像秀才安尼，大家拢做舒服嘞。你经过一条河，结果大家拢穿甲穿好下安尼，都裤衫衫拢遮长嘛，袂当过。伊就伫山顶吼，伊遐流落灌死啊，伊就撩落溪啊，甲伊敷七粒石头，敷七粒石头呢，甲伊铺做安怎？哦，甲伊敷七粒石头，予伊安尼会当过来到遮。结果呢，哦，七粒石头。我安尼一卡落去，安尼六十磅，六十磅，安尼六七粒，哦，安尼就过天。因此呢，拄好好伊讲，伊三心三心会可以讲，伊安怎，伊来讲卖着。因此，伊上条用上第一走，伊讲，教父已经做了三宝殿，三宝殿就在咱这三顶的大龟嘞。教父已经做了七千桥，哎，小小的一个动作，结果呢，龙上帝讲哇，安尼这个人真正吼功德无量，啊，所以伫迄山里了后呢，拢会去啊一挂迄山里拢有花花草正水，啊来甲插到迄山神迄个山神庙，山神上好不了，甲伊供供，你著甲伊供养。结果，等到伊过甲伊安怎过江来的时阵，拢看伊着伊插的花，去互人家的游客甲拍伫涂骹，甚至搁甲拍掉袂。啊，那你敢会安怎？哦，这人在叫我，这人白白咧近视，啊，着逐日拜，为啥物着来甲我来停掉？啊，插伊着。伊即个第二江来了，毋知影搁来搁甲插袂了，伊讲好好，你倒咧摇后，搁咧看。看看到底是对一个，把伊的物件吞掉。结果看伊着一只狗，手腕内一束的花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跳来到遮，迄动作就正常，安怎？
又改又改，半雕，搞到嘞，差一个月，结果这雕夫呢，就安怎，也混蛋嘛吼，哎呀，你这只怎搞，这很开心，伊就改约啊，啊，我搞了走啊，结果伊也约，伊也约，伊也走，走去到遐看一个山洞，投完两堆山洞入面，啊，雕夫就讲好好，你出来吃早餐，伊就去捡一粒石头，伫遐洞口甲卡嘞。迄种搞伫迄内面，啊，要搬迄个洞口刀，到遐就无甲同好处理，怎啊白白伫迄洞内饿死？安尼两个人的因果因缘已经了一世哦，了两世哦，哦，伊害死伊，伊甲杀死伊哦。过来呢，这个教父因为伊做了这观音庙，因处伊过来不行，伊出世做对，了无地。做一个帝王，啊，这只猴呢，伊出世伫魏国，做一个将军。啊，咱拢知影，咱南无祖师伫印度来是要来度量母地，因为量母地的时阵吼，是佛法的国家，就等于讲伊足用心咧推广佛法。为啥物？因为伊的师父叫做智光上师。有甲伊解说过伊个三世因果，第一世伊是啥，第二世是啥，有甲伊解说伊个三世因果。所以呢，龙武帝足重视着啥，伊个福报。伊感觉讲啊，我过去做安尼尔，哦，我就会当安怎，我就会当安怎，即世人会当做皇帝。所以伊足执着伫伊个功德上，我较会记伫前十天咱个啥物款啊？新春晚个时阵有甲咱讲。有一天，吼，他到尾甲人讲，先怎伊才会接触到功德相？都是因为耶稣在公司来讲着伊个三世因果，啊，无甲伊拍破伊个相，所以互伊一直接触到着这个相。然后才会三日一暗，五日一时，起这么侪妙事，用用这么侪经文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为了这个出家者。伊认为伊安尼功德无量，结果呢，咱达摩祖师来。本来是真正要度伊，不过呢，阿乱用不着无言，伊家己问讲：，我三日一暗，五日一时，我做甲安尼，哪安尼，我功德有偌大？咱个南无祖师解讲，好有功德。嗯。伊就安听着，挂布陀机送客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咱个南无祖师来讲，讲有意要来度老母，阿不以度成功，结果呢，阿乱。成功成为人种，就是因为成功咧感恩的时阵，感觉啊天父善我，含咧念到天主十地地界的十八的这个迄个念咯，十八天的念咯，拢来听伊咧感恩。但是讲到尾啊，啊嘛一句，讲一般三万事，哦，啊万事咧归一般。一般三万事，万事咧归本。结果呢，咱淡薄做书吼，哦，将迄落，哦，将将着有啊。一般三万事，咱会哪会得有？哦，一般三万事，万事归本。淡薄做书呢，甲伊问讲，啊，伊要归何？结果吼，何伊老贵，因为伊印袂出来，伊就啊，会晓安尼念尔。伊甲伊问讲，啊，伊归何？结果伊是刚来就从恁阿家来，何汉庄问着。啊，有够老，讲好好，等下我落来的时阵，到海边伊讲伊个问题，因为迄个时阵吼，淡薄做事会喙紧啦，是安怎足大气啊？伊讲要甲翻译个伊讲个，淡薄做事已经有心通下心通啊，家己从伊两起安怎？伊讲个了，北边啊甲藏伫倒啊边，人就走。伊发现着安尼讲啊，安尼伊唔对啊，伊唔知安怎一直约安怎约要同好去拜淡薄做事者，吼、哦，为师。其实，迄内底都有真侪故事，哦，安尼今仔日无讲对啊去。所以，我咧知影讲，因为龙武帝，伊就是得到这个功德相，因此呢，伊所做个拢总是福德尔。但是，伊阁有卡着三世因果，无法度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来看讲，哦，龙武帝到尾啊，龙武帝到尾来个时阵，无得到淡薄个想法，但是呢，伊有一天。问伊个济公老师，哦，济公上师解问讲，
啊，我暂时会当先登。但是志工上司知影伊搁有安怎，一关必定爱伊家己去处理的，无处理伊就无法度人升登。因此呢，知影讲伫地王家内底要修行，歹修行，三两日就叫一挂美女来伫遐咧跳舞弹琴。哦，过着这个荣华富贵享受的，这个日子，敢有心通去修行？无法度。所以呢，志工上司甲安怎，甲伊讲吼，伊若是知影伊还阁有一关足大关的啊。伊甲伊讲吼，甲伊问讲，伊就是要升道，伊会升道的。伊甲伊比讲吼，比哪好啦？啊嘛无甲解释是啥物哦，啊甲比哪好？结果甲伊建议讲，叫伊爱出去安怎，出去山林，一个叫做啥物城，叫做大城。海城，伊国内的一个区域较近山呢，叫伊去了。结果呢，龙武帝为着真正要追求真理，伊真正怎去住伫大城？当伊去住伫大城无外久的时阵吼，这个魏国这个侯景，就是迄只狗过来出事的迄个将军。煞安怎？本来两国是有，人讲讲有合作的啦，吼、哦、有签这个和平条款的。结果唔知影这个将军煞怎安怎反叛叛乱，怎领兵要来攻打这个啥呢？这个龙武帝梁国。结果呢，伊要来甲攻打的时阵，伊袂使反抗啊！伊龙武帝迄个时阵心嘛作安怎作无奈呢？就像咱有一寡老菩萨，有当时啊拄着考验，嘛会怎啊想讲啊卖收啊卖去啊！啊明明都有咧行，都有咧做，啊太难看，才是一个考验。是安怎无？我较快要甲咱讲，迄拢有过去所前的因缘来的。所以呢，伊伫咧遐本来是作安怎作沮丧，伊无想要安怎，伊无想要去死啊，伊要反攻。毋过呢，安怎伊无力，因为伊向为个，迄大城内底完全都无文书，就亲像即个迄、那个乌拉克安尼。无可能。文书用用若袂到的时阵，迄遐的所在有哪些到法就会安怎？就会饿死真侪人，我是还袂当开始尔。所以呢，因厝内龙武帝伫个遐，伊是咧退钱，退这个道心的时阵，伊的志工上司呢，怎啊呐？伫灌风中甲伊讲，这是伊要升到的一段关卡，非常的重要，伊一定爱挺过去，伊到有法度人救得。结果呢，因为因师傅甲伊讲安尼了后，伊怎啊呐？心静落来。坐伫个遐，安怎？伊无咧反抗，饿死都饿死，就像无啊！一直看着这两天啊战争，啊，咱无啊咧想讲，哎，人有迄迄落名人哦，电视名人拢来建议讲，啊，恁个婆啊啦、婴啊啦，贵重的物件，其实我规个，如果若有接受来要走来得刚来，你看第一看下就会当走。我啊，伫遐想讲，哎，这袂歹哦，这应该爱做哦，但是尾啊吼，我想想。台湾是一块岛，毋是像乌拉克，阮会当走去伊啊，国诶所在参几个国，啊则会有岛啊，咱着搁有船，也是有飞机，啊若无四边都拢海，你搁看看咧是要走去倒去，啊不如静坐落来。虽然呐，哦，我也咧安尼想，虽然呐，若是国不该死亡，若安尼炸弹落来，袂敢想着啦，啊若是应该着爱安尼。嘛无要紧啦，哦，结束着咱一世人的这个短暂的岁月，诶，生命尔，新婚再来就好啊。如果若是年轻的吼，咱就会当安怎发一个愿望，我新婚再来，后世人要搁修行很多。啊，若年纪较侪，伊就辛苦袂行一大堆啊吼，咱慢慢悲伤的，咱来想讲无要紧。我这一世人这身躯嘛用这么侪年啊，啊，甲己也歹用啊！我后世人这世人的这个肉体吼，来换一个金刚身过来，吼、哦，换一个金刚身，迄金刚身是足厉害的，所以呢，换一个金刚体过来较好。各位姐姐，若是真正有咧活的，吼、哦，较自在的，因为有病痛找医生，啊，心情放好平常，啊，袂使怨天尤人。啊，若安尼呢，咱自然吼、哦，心若平静了，后摆吼，即使换了这个身躯尔，
阿爸佫换一个金箍摕来咯，哦，迄个时阵佫较好生，吼、哦。所以伫这个时阵呢，娘母地呢，就是了伫呾安怎过世哦。你看，伊做一个皇帝敬仰的罗斯岛迄个大神啊，了伊第三世一个。来，这首诗就是娘母地伊遐所感悟所做的一首诗，吼、哦。伊讲，是我当初不知因，伊咧讲。这个孝敬上辈讲的，伊讲是我当初唔知影这个因缘果报，唔知影因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本是当今一昧人，啊，咱咧大家看到咱看，敢是话咱看迄个竹竿的迄个画出来，啊，敢是拢因果之主？当今啊，咱的因缘拢相同啊，咱的自性拢归咱来的啦。当今是咩人拢归，拢归咱来的啦，哦。你因为啥出我的名？你因为咧为这个大城咧出我的姓名啦。啊，我今天大城行你的因啦，因为伊知影伊真死啦，我有亏欠伊，所以呢，安那为着要了我这段的因缘，伊讲哦，我今仔去大城行伊啊，了我的因啦。哦，那么呢，这个好景呢，伊就搁讲啥？我是荒林不知因，欸一个无修养含道的人，伊敢会足认定、足清楚因果的关联？袂，伊认为伊拢加上了，一世人我都无做歹代志，哦，他有可能遮尔侪困难拢伫伊的身躯顶，所以他不认识因果关系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好听甲讲，我是风尘不知因呐，哦，不识当今一昧人呐，毋捌，伊毋知影讲。大家会用是讲共一个所在时代，因果自主，吼、哦。啊，母地造孽，为甚去？用母地到尾啊，安怎造化？形成超脱生死，正阿罗汉。结果呢，这个啥呢？伊看伊，吼、哦，这好景将军呢，伊看母地造孽，为甚去？这个要修定啊，因为伊感觉讲，安尼到遮，因的因缘。因为这个啥个因果，到遮做一个灯，哦，嘛搁牵缠啊。嘿，你看，这有智慧交无智慧，拄仔好差呢。嗯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佛法来讲，其实修行学道，毋是要互咱来遮听足侪道理，听足侪道理，如果人无摕倒去运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拢袂听，还是无形无事，我做我的，你讲你的，哦。诶，呢，遮呢，咱大家拢知影咧，身躯有一座诶自性佛，就亲像一座诶宝藏金矿。但是即个宝藏金矿呢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有足诶哦，吼、哦，随时人人皆有足哦。但是你若即个宝藏无去甲伊挖，无去甲伊开垦，那安尼宝藏伫遐，迄、那个金矿，金矿山伫遐无开采啊，同款金矿也是金矿啊。敢会变姨妈出来给你？敢会变迄个宝姐出来给你？会啦。所以呢，咱今天像咱处理今天大家，大家会当安怎出来遮互勉互励，来遮学习互相提携，这就是咧开发咱的金矿嘛，互咱的自信会会当愈来愈提升愈盈利啊。哦，你讲随时今天在工作，啊，你若不练不提，哪如共产啊？就连经过千百年。就刚才，哦，依然呢，地是地的，天空是天空的，哦，凤山是个地啊，有一点啊关系有中间。你看这，哦，这是不是有符合着咱所想的，哦，所想的。再来，明白法，咱来听道理是咧了解这个法理，但是呢，明白法是一回事，哦，啊那懂得应对。道理我都知啦，但是当人咧叫我处理的时阵，我就点名袂出来。都惊我家己的自我、家己的人讲讲意识啦，我的惯性啦，我的个性啦，哎，有当时啊做唔对啦，来念都讲啦。啊，这种我的个性，这么侪年啊，你唔知呢？捌无？咱捌听着人安尼甲咱念无？嗯。啊，这种我的个性，啊我就，哦，我就较大脑较硬，啊我也无心机啦，啊你唔知影呢？哦，啊安尼敢会当圆满？所以我懂得应对，又搁是一回事。啊，应该如今，吼、
应该是爱袂使执着，无妄想分别执着，应该有执嘛是一回事，爱咱宽容如来嘛是一回事。来，咱来看讲这吼，诶，明了法是咧，互咱离无碍，就是讲咱听着人咧讲啥，咱会当去甲听你，用你去来咱啊疏导，来开引，来引导，互咱咧徛伫你诶即个啥咧角度来讲，咱拢无碍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懂得应对，为人会当应对到真好势。哎呦，会懂，会这个人会当应对到真好势，表示伊对代志无碍。为啥物？因为伊个自我意识是伫因内底，伊处理代志绝对无碍。如果那是有惯一个惯类的话，那安尼，咱就做面代事，甲恁讲安怎？因我做即生，即、這个我那是够有代志都复杂。那要论事，得处理代志，得以事来处理就好啊。莫用搁去牵连着人，安尼才会无碍啦。那是含这个话去跳落去哦，代志拢做不着，做歹处理哦。所以讲咱讲安那，讲懂得应对，事无碍。啊，那是该无止哦，那是会当应该会当无止，就是讲无止着着咱的看法。哦，我执着着我家己个自己个应生意识心，那安尼呢？你就是无事无碍，你一条事拢会当无碍啊！不管是安怎处理，条件拢无啥，因为你已经跳脱着啥，就是一样个。你是已经个跳脱一个层次，起来看啦。一个伊现在上班个人较清楚，而且敢有人来上班呢？还是大龙退休啊？上班的人现在清楚，伊的额钱若要到，伊无法度通徛伫高阶，通去看待伊下面要出来。嗯。伊会赶用世间法律对伊处理代志。如果若要用法则伫处理代志，你所处理的代志吼，总是有足侪人袂合。哦，因为拢总会有偏私。啊，所以呢，我阿讲一定爱跳脱，跳出来，将这些代志处理代志，袂使搁加着我这个话，我的看法，我认为我安怎，这个话来落去的时阵，事情复杂多了，代志拢袂当真圆满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甲你讲，宽容无碍，就是事事无碍。啊，咱今要修就是要修安尼的，唔通过阵的时阵。交头家袂下，交某囝袂下，交祖父袂下，交孙，哦，尤其是阮孙，我落去笑讲哦，本来迄拜我足担心咧，想讲哎呀，伊毋知会落去走运动咧，结果呢，甲阮落一工到尾后，大家讲有人无有下去，叫做超体能啊，安尼啊吼，啊所以咱敢会使阿妈一个心脏要放下，袂使顺其自然。哦，所以无放心，就是要无放下，哦，无放下。所以呢，听道理是要互咱运用伫日常的生活当中，较有法度通互咱达到安怎，拄着代志来，咱的心内先通去应对。啊，若无呢，拢总是安怎，加浪费时间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爱思想出来就是一进来会当，一再搬出来会当听见出来一句两句。啊，若安尼一年当落来，你就改变做侪啊呢。哦，改变真济样个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非常个感恩咱看法时间也已经到45分，哦，那么呢，而且感谢上天慈悲，哦，啊，感谢父亲，感谢慈悲这边代表。如果我发讲个，若有言不达意个所在，哦，请咱慈悲这边代表，哦，甲咱看法做一个指正，好，感恩。尊道，恭敬在此。